你捐钱我就可以升等啊，我就可以把那个商会升高啊，然后升高以后大家都有好处啊。他那个商会好像可以变得越来越，大家可以赚越来越多钱的样子。对啊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商会。其他商会。第一名的商会是26等欸。跟我们同一个商道。我们练财帮现在第几名啊？看我们练财帮很废欸。前30名第30名才9等商会而已。大家加油啊。别累啦，大家加油啊。A80072319 谢谢订阅两个月。快快快快快快快。赶快捐钱，赶快捐钱，赶快捐钱，钱是小，钱是小，对不对？再赚就有了，大家加油！我已经捐完了，我也想捐。我现在就是已经达到每天捐的。With ease， 我们在玩大富豪二，然后 S15，S15，好不好？摸死我捐到没钱盖房子、欸、啊你就去玩那个，你只要手上没有 CB 你就玩那个股票跟航海。我等一下教你怎么玩股票跟航海。航海你就是要挑那个 HUT 的话，它会有一个物资是收4000块，然后你就去买免费的，然后再去卖给这个4000块，懂我意思？你就是一只航海，然后跟那个叫贸易跟股票，你玩这两个就可以赚钱。对，摸屎捐好多，干，我是练财帮帮主，我当然是以身作则。如果今天我叫你们捐，我自己不捐，这就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我叫你们捐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捐最多的。你在 S4， 那你就赶快来 S15 一起玩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其实为什么我会一直叫你们来，是因为沙格恩会跟我有 PK，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 PK， 对，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比谁的帮会比较猛，快快快快快，我们输的就很惨啊，快点啊，一定要来帮我、啊。快快快去下载大富豪二，然后 S15 第15个伺服器，我跟丹尼一路就是胜利的保证啊。 S2 冠军下路，不是冠军组合，不是冠军下路，虽然 size 差不多。丹尼怎么不点 AD 啊？丹尼你怎么不点 AD 啊？丹尼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一直点那只扭扭？哇，没中！我这套符文是全 AP 的，所以我们等下高 W。他妈一直推一直推，不知道在推三小欸。妈的，丹力好像治愈还没消，没事没事，我交了闪跟虚弱，他治愈还没消。哇，
An enemy has been slain with ease.干，丹利要被敲死啦！那牛一个人就把丹利敲死了。这下路感觉很像双排。哦，爆塔了。其实还好啊，啊他好像也发现大夫有点太早。为什么他走那么慢？是我错觉吗？干，是我老了是不是？为什么我觉得他走的好像有点慢？还是他真的就走那么慢？没闪没闪，哎、欸，还有闪，好、哦，再闪。这种，这是错觉吗？决定高盾了。Swiftly. 其实打的，他刚机关枪开起来我就下去过，然后他刚不想打是因为他还没五等吧。哇，我他妈一个护盾挡都挡不死，这完爆啊！这个，干他妈还要被他顶那一小兵。你干嘛？他在打蜘蛛啊！比内内还大只的蜘蛛，比内内还大只的蜘蛛是啥小啊？长脚吧，我们打算搬走，那钱先留下。哇，他干嘛？他怎么踩那么大力啊？忙什么啊？你不要用你的屁股对着我。蜘蛛而已，超大，干你娘欸，比那还大只，比你的脸还大，长脚蜘蛛吗？对啊，长脚。干他屁股一定要对着我吗？太爱你了。他屁股一定要对着我吗？世界啊！
看有没有抓虫专家啊。这个王记得聘请天母抓虫专家，天母抓虫专家常住在我们家，时薪多少？他开，时薪你开啊，这个大概500到1000不等。好，我们采这个案件计酬，一只蜘蛛3000枚，要大的哦，要比脸还大的那种蜘蛛哦，3000枚。今天就只会想杀沈霍尔，妈的投降吧，垃圾。沈霍尔是人吗？不是，沈霍尔不是人吗？好、哦，放推了。好了，那放推，我要去拿牛排了。那一次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地上他就是在讲，他会落赛。谁？他就是那个。你落赛啊？不是我落赛啊，我是那边落赛。就是他地也很干净啊。对啊。很帅啊！那谁落赛啊？我赛干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现在谁赛？你这讲话也是无下限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In harmony. 先喝个红茶，再再看 Duke 妈妈买什么。有红茶的，来，猜到 Duke 再请你吃一份。我们可以不用换房间，可是你可以睡我床，然后闲闲睡沙发。没把他打死啊、哦！真假的？干他会不会跑到我房间、啊？他跑到我房间怎么办？我也不用睡啊。你现在看到有人玩伊利丝的手表，对不对？他彩色的吗？黑黑的蜘蛛是不是？长脚的是不是？
记得崩溃了。记得再看妹子开台。你们在看那个、哦、Sniper 打逻辑哦。然后逻辑跟上逻辑打逻辑 A 打那个打。